欢迎朋友们大家。终于等到我了。我装淡不淡能不能关你什么事，我喜欢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你管不着。安全不安？安全。欢迎见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电视没发，谁的没发？我没注意，漏掉的补上吧。谁的没发？我让场控发一下。你的，我让他发一下吧。场控在吗？场控在吗？米小妹重把一百，轻柔哥的，轻柔哥的一百个闪电师给他发一下。我操！我今天又没起来洗头，这两天跟中毒了似的。兽人永不洗头，啥玩意？兽人永不洗头，我又不是兽人。欢迎见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Make some noise！ 送人永不洗头，我是要洗头的，我可不能不洗头，我可受不了不洗头啊！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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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了十二点给大家跳一支吧。过了十二点不管是输还是赢对吧，都会给大家跳舞的啊。十二点前就不跳舞了。好了，我青柔哥都充好了，青柔哥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充好了。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出东风。见了朋友，今天不就口红浓一点吗？怎么这么多宝宝？今天不就口红比平时要浓一点吗？妈呀，今天是什么歌呀？这。走的就是这个风格啊，就是浓妆的风格。对，大家不要再说妆容的问题了。过了十二点跳，过了十二点给大家跳一支。That's too much.换姐夫。我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。
这么早？不早了吧？都几点了？今天都九点半了。感觉今年一点都不激烈，激烈啊，我觉得挺激烈的。今年，今年好像就是综艺组打的比较高吧，其他组打的都比较，都没有很多，对吧？是吧？好酷，是吧？噔噔噔噔噔，咦，不，我不知道男孩子吐槽这些干嘛，真的。今天就先不跳，过了十二点跳啊！大家想看跳舞的话，十二点来我这吧。先不敢跳，跳了怕被封。年度不是还没结束吗？过了十二点就结束了。过了十二点就结束了，可现在居然等不到，怎么等不到了？你好歹要等到十二点看我晋级否啊，对吧？爱是什么？明天早起，早起干什么？早起干嘛呀？上班吗？感谢君君续费，十点半的时候上吧，尊严了。十点半的时候。是什么？年度感，没事。如果车车走不了的话，我们就不去了。就明年再见。啊，
趁着走不了的话，明早走个斑马线体呗。环真跟你相相锁吗？你这么皮的，你这么皮的吗？我这个头发没洗几天，没洗了三天吧，三天没洗头了，要闯红灯才能走斑马线，别闹啊，好好说话。欢门徒哥，欢迎叶芊芊。今天大家可以没有卡爷的哥们可以刷1314年度票卡爷啊，就过了今天的话就没有这个活动了。怀疑浩家少年，你是深圳的吗？我也是在深圳。今天妆比以往更加迷人，也没有什么变化，主要是前几天的妆的话是比较淡，今天换了个口红比较红这样子。欢迎汤姆猫。
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。没有，我那个鼻子有点堵。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，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。这感冒都过去半个月了还没好。欢迎我阁主大，阁主大这两天很忙吗？阁主大都没看到你人。像我永远不懂靠你温柔，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。穿得好，穿得少慢吗？开空调啊，每天。每天都有开空调的。还有我哭了，哭什么？哭什么？公司开会有点忙，忙点好啊，忙点好，嗯。空调不干燥吗？有加湿器，有加湿器。什么选择？今天能稳住吗？不管能不能稳住，今天走到此了，对不对？不管一切结果都是不留遗憾了，对不对？阁主的十点半的时候弹一首吗？最后一把 PK 了，今天冠军之战，是神是神，就是那把 PK 了。大家一起拼搏最后一次吧，对。怎么放讲不出再见，随机放的。成败再次一举，尽力了，没看到你说话，没看到。梦里的所有没看到。让你走，为何让你看不透？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，一生只有风中追究。今天好像没人，前三吧，前三就行。前三他分，今天淘汰一个，然后前三就是冠亚季啊，冠军、亚军、季军这样子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没有吧？去年不也是？第一才有吗？每年的年度啊，打得昏天黑地，是这样子。不过今年好像是我，就是去年，好像今年是我离年度比较近的时候吧。去年都没这么近，去年他不是这个淘汰机制，对。Let's celebrat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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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.圣地，跳什么龙虾舞？螃蟹舞，就这个是吗？我没参加过，没有。
你没看我刚才说吗？我就说今年比较接近，去年都没什么接近。呀咦哎哎嗯，哦哟哦哦哦。去年我没有第三，我第四还是第五？我去年是第四还是第五来着？第四吗？那就是第四吧。我把装这个词给它屏蔽了就行了，不用进它了啊。好了，现在他们说不了了。去年有 PK 对决，今年没有 PK 对决。对，我把这个这都还能打字打出来，我操！算了，我换个口红，不然他们一直在纠结我这个妆的问题啊。我换个口红颜色。So this, so this.对，换人了，你答对了。我妹退休了，现在我是她姐。你也想退休了？你退休，你要兄弟姐妹，你要有兄弟姐妹，有兄弟姐妹吗？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，永远也不差。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。八姊妹，那你的兄弟姐妹有点多啊。小伙子，
感谢活着哥，谢谢。欢迎工作忘 Dance Monkey。什么口味的？你尝尝就知道了。你尝一口就知道了。我再涂一层亮亮的东西，布灵布灵的东西。你管他们说啥呢？不用管他们说什么，我又不在乎他们说那些话了。下面就等十点半的时候打把 PK。过了今天就好了，过了今天后面就能跳了，但是也不能跳很多，因为比例还是上线的，还是要封直播间。人生路上天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，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，谁愿尝加油吧。你管他们干嘛呀？不用管他们，你让他们随便说，只要不，只要就不触碰我的底线就行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。
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，真实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不知道我实验班会匹配到谁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久没听歌。我这上面的歌其实我也没有歌单，我就是在那个酷狗里面随机播放这样子。我去关个灯吧，可能那个灯没关的原因才显得我这么亮。现在关了也好一点，平时我都不开那个灯，既然难得关就没关了。这几天我都很累的样子，对，心力交瘁。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吧。夜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。黎明前的心情最深。好多广告啊。这个不用封啊，这可能封不过来，一会儿他就刷过去了。嗯，这个他肯定一会儿就不说了。转身的一瞬间，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，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。这首歌讲我想大声告诉你，谢订阅，谢谢，感谢哥们订阅哦。我们12点给大家跳舞。不
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，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，你不要哭，这样不漂亮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对你的爱深不见底，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。这首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现在人少啊，基本上都是去看活动了。我们的回忆，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。我难道不瘦吗？我挺瘦的了其实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谢谢主演的能量石，写主演歌。谢朱燕哥，感恩朱燕哥的能量石，谢谢。叮叮叮叮。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，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，每缕每缕放下。卑污的晚风，不应抚慰他。我已竭意。青丘哥，你能坚持到几点钟？你觉得你今天能坚持到几点？
就像青丘跟马志悠悠加油是谁啊？晚上好呀，晚上好呀。什么爵位有牌面？有钱什么爵位都无所谓，没钱什么爵位都没牌面。真的是这样子。王哥竟然提我了，提我什么呀？王哥之前来看过我，刘谦，王哥说我啥了？等等等的想你爱我，你是不是在造谣？我怀疑你在凭空想象。谢飞龙哥，感谢飞龙哥卡盘子啊，牌是不是都掉了？总算逗笑了。不敢说，你说吧，我不封你。不说就算了。以前实际牌子掉光了。欢迎 M 哥，红卷的朋友。榛果粒挺好喝的，妈，我今天嗓子感觉不是很舒服。
什么时候开始？10点半开始。趁着你还没醒来，悄悄地离开。欢迎莲花弟弟。我嗓子怎么感觉有点沙哑了？穿过最后的，感觉这两天说的话也不多啊。黎明还没升起来。谢谢火鸡哥的车奖卡，谢谢。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我放点嗨的音乐吧。嗯，噔噔噔。蹦蹦蹦蹦蹦，我淘换个裤子，我感觉好热呀，莫名就热起来了，还有3分钟时间。我还是没有穿的下衣，还能开一点二吗？开不了，没有吧。奔跑在街上，居然有人说我瘦了，谁说瘦了？两年不见，小姐姐瘦了，嗓子不太舒服。
那我可能真的瘦了呢，怎么就不可能瘦了？我只是脸胖了。哇，感谢君君的虎牙一号，来兄弟们 PK 开始了。感恩君君的上签，谢谢。来吧，大家一起上电视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拖着时间吧，不要被秒杀进去。谢环真哥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？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。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，坚定向前。谢谢开心歌曲呗，谢谢。一定会出现。欢迎天佑哥。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。谢开心哥，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？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。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，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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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西瓜哥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？谢哥们的，谢飞鱼哥，我们都可以抽情书啊，伸手签。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君君续杯骑士，感恩大哥续费，感谢君君哥续费。我草门家的人呢？感谢君君哥哥，谢谢君哥两个空投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哥，感谢我君哥的情书，谢谢大哥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。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。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？兄弟们，大家一起上上，我们一起凑上电视，好吧？凑上电视。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
续肩并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欢迎建龙哥，我们还能讲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街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。咱们一起上电视，咱们一起上电视，加油，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你闭嘴吧，你梦到我了，准没好事。哇靠，打得好凶啊，外面真的，这打得也太凶了吧，外面火热朝天的，太可怕了。我觉得我们这 PK 打得还算是比较安静的，排队拳你还没梦到，真的是秀。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。欢迎冰友哥，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，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。切歌切什么歌啊，你要什么歌？新的风暴已经出现。我操，真的肖总你还真的贡献三世代虎粮吗？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渐渐转离，我会来到你身边。有没有那么一点丧良心了？九阳剑吗？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似乎有那么一点丧良心啊。哎呦，你别说，还有点东西，这首歌，嗯。奇迹在线，外面太凶了，我看到了。谢谢轩哥两个火焰七号，感谢大哥。谢谢皮轩。感谢我 BO 哥哥的情书连接，谢谢 BO 哥。
感谢还真哥的情书连接，出一个吧。这他喵这么难出吗？欢迎三妮，感谢风云哥，谢谢。欢迎顺顺，大家一起上上嘛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好吧？今天巅峰对决了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大家一起上上，不要被对面偷了，这个分很容易被偷的。恭喜清香哥中奖了，恭喜！感谢天佑哥，谢谢天佑哥，哇，出了一个告白气球，还可以哎。出一个告白气球，100个奶糖，对，100个奶糖是回来币，嗯，是回来币。我们守住啊，别被偷了。还有最后3分钟，对面打过来了，兄弟们，你这个哥不行啊。还是放奇迹在线吧，不够不够不够啊，感觉不够啊，力道不够啊。来兄弟们，2-3分钟时间，最后3分钟，给我冲，他们上了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干他们，加油，一起支棱支棱，不要输，输了他们要掉好多分呢。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。来，就2分钟时间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，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现在差距不大了，兄弟们，就2分钟时间。最后2分钟，兄弟们。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，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谢谢天佑哥，谢谢。对面绝对偷塔，不给他们偷塔的机会，战略僵持。B 友哥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我操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，感谢 P 轩的7号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还有没有打到守塔，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干他丫的，感谢我顺顺3刀4个9，谢谢我顺总，我靠，3，哎呀我靠，我肖总
点多我真的出手了，他妈的，真的。拿下，真的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大哥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压压惊啊，压压惊。十八万星光值，我看一下最，我操，这也太他妈吓人了，真的。排名第三，56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是多少？56万，34万，我18万，下面17万，嗯，暂时排第七。看人，第一名才能走红毯。管他呢，先干了再刷。感谢大家辛苦了。欢迎阿蒙哥。放空是什么意思啊？下了休息一下，我怕被别人抢分。搞不得，先下了，11点半再上。11:40 PK 冷却了再上来，怕了，还是先下了。再见，各位。进来变，我真的，我刚看到给我看懵了，怎么一下子差距这么大了，吓死我了，我看了一眼惊了，一下子200多万，100多万，这什么鬼。没有，最后播一下就行了。没关系，没事。
没必要打了，没必要打了吧，对吧？你说谁波打谁，他都能稳拿第一了，还有什么好打的？他都稳拿第一了，还有什么好打的？没什么好打的了。还不休息吗？上来给你们跳支舞，一会儿就下了。这两天有点累，明天休息一天，然后给你们跳个舞什么的。第几名是前三名，前三名。大半年没玩了，嗯。太吓人了，这真的太凶了。怎么了？
见妆容好哇塞，他们都说我妆不好看，艾美哥，他们都说我。半年了，居然我从来不会删别人微信，从来都是别人删我。可以吗？他们居然说我不好看，说我今天化妆好丑。我觉得还可以啊。哼，这是宝贝，怎么了？这么早啊，我躺不是还有三分，不还有三分钟吗？我不行了，我顶不住了。他妈的，第一名200万了，工会都出手，你挡个屁呀、啊！谁呀、啊？第一？果儿吧，果儿，血色出，血色上了，然后又下100万。我也顶不住了，真的。不是你们那？你说的太对了，流年。你们？我也顶不住了，我也顶不住了。等一下吧，我们。十二点开始打。你们我们这个分组还好，我们这个分组第一是30几万，但是我也顶不住了。谢谢星河哥的虎牙七号，感谢大哥。你们家现在冲的虎牙七号、啊？刷体面了，刷个体面片。对，体面了，只能这么说了，太难了。呀，我悠悠来了。我们，哎，太难了，现在。你那进去了吗？你进前三了吗？你那个分类，进前三了，进前三有什么用呢？没什么用。太难了。这个东西就第一有用，那前三有什么用呢？你们那分组，要是我在你们那分组，我就心态炸了，真的。谢莫言哥。我要是在你们那分组。我就心态炸了，你炸了吗，车车？我炸了，好无语啊！真的，你这个分组，真的。你们工会不上吗？太强了吧！不上。欢迎撒旦哥。有工会上还有机会，没有工会上，不过也挺好了，就是。咱们家哥都挺不容易的，能送我走到现在，对吧？我们家也挺不容易的，我们这分组相对来说，比那分组其实好打一点，不然我也走不到现在。我要在车那个分组的话，我估计之前也就那啥了，太难了吧？谢四五哥，四五哥哥你来啦！我们来，我们来升牌子吧，我们欢迎志哥。我操！我怎么感觉我进前三了呢？他们没上啊？对你肯定是前三吧？肯定是前三。那个蒂娜家没上吗？我他妈真的是第三！我操！真的。感谢我四五个续费，太强了，打不过呀！欢迎时光哥，那拿什么跟人家干啊？老邱，我他妈晋级了！我是季军，你呢？我也是季军啊！谢谢我时光，哇，时光好白，除了法拉利。感谢大家，我们真的没想到。什么呢？战神秋哥的季军，恭喜！这有啥好恭喜的？又不是冠军。谢谢抱歉哥，我的天，谢抱歉哥的支持啊！欢迎辅助哥。我都感觉我好丢人啊，真的对不起啊，大家失望了，真的
哇，谢抱歉哥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抱歉哥，谢谢。能去年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大家失望了。好像第一才有吧，他们说。先路过歌的上千。哇，谢谢抱歉哥。两个是吗？打赢跳舞了，哥们，十二点上一上，冲啊！终于可以跳舞了。音乐是的。心态炸了呀，我抱歉哥。嗯，天哪，太难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不知道，重在参与吧，重在参与吧，怎么？哎，我这平生我就在虎牙上拿过一次第一，其他就是有名次就行了，不比其他公会也对，其他时候都是老是第三，老是第三，我都。等几天奖杯邮寄到家，哪有奖杯啊？车车第三没有吧？就光第一有。去了是？没有吧？我们这是躺进去吗？我操！笑死我了！今年打的真的难看，就第一和第二打的多。对呀、啊，可以了。谢抱歉哥，我操！我十二点就这么，我十二点就，有没有大哥帮帮忙啊？我们金虎呀，我这心态有点大。十二点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没是冠军，第三，我们两个第三打十二点了。虽然不是冠军，但我们是个季军，好吧？我们也虎娘冲一冲，是吧？一号打一打。我要真的笑死我了！虽然不是冠军，但是我们是个季军喽。还好车车没选我们分类，对。唉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平底锅。天哪！谁第一就看谁钱多了，只能就是这样了。难了，尽力就好了，我们尽力就好了，真的，神仙大家，实力不够人民币来凑，实力是什么？实力不就是人民币吗？唉，头疼了，真的。实力就是人民币，不一样。咋不一样呢？确实又大了。我们上电视吧。喂，我们日子还得过，我们直播还得播。我弄个上电视啊。多才多艺不代表钱到位。哎，这句话说的太对了。灵魂舞者他不一定真的会跳舞，既然女王他不一定真的是最性感。不，邱老师你就是最性感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好吧？性感这方面还是没有毛病吧，对吧？你就是最会跳舞的，你就是最媚的那一个。谢谢。嗯嗯，是的，虎哥。谢谢我们骚瑞哥，谢谢我们骚瑞哥。那天我看车老板被打郁闷了，我也郁闷了，哥。跟交友的打，我也经常被交友打。车车，
干嘛？说说你怎么发群里去了？我搞个不知道发群里面去，我也是醉了，我马上撤回。不是我们家哥哥说季军，笑死我了。季军有什么有什么？然后我说了一个我还不知道发群里面去了。也就第一有东西吗？欢迎爱与红莲。季军能有个啥呀？他们说冠军才可以去走红毯，我们啥也没有。我没法见到那个红毯上那个可以气场压倒一切的车老板了，好可惜。真的还想着没事到时候看嘛，如果不能去再说吧，要是能去我们可以一起去玩。第三应该去不了，第一才能去。去年吃的才惨，我去年连个季军都没有，去年是第四还是第四吧。谢谢我们的林猫猫。我四五个刚续费一次君王，然后人不见了啊。欢迎进来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行，我们是个季军。去了是，因为咱俩真的，这一天天咱俩真的没谁了。不要比大，要比就是车老板大。大不谁大？车老师没上去，就当。红毯看他们照妖镜了。你们真的是气急败坏，心态炸了，感觉松了一口气，这两天太紧绷了。对，我也是，这两天我是太那啥了，是不是都应该都挺累的。我飘向北方，哇，估计骚野哥又中奖了。换蓝旧 CP， 你们公会给你上了吗？没上。一样的，揍他我就让你笑死了。欢迎顿顿。段总，段总你们那开始了。对，我跟车老板打 PK。晚上好，谢谢鹏鹏续费骑士。咱 PK 挑能稚嫩一点吗，哥们？这也太寒碜，好歹也破个千吧，对不对？还四分钟。我飘向北方，这一个月都在播啊，这一个月都在播。谢谢冰雨哥，年度照妖镜。明年假如说有美食分类，车车你报名吗？
美食分类那个好难。没有，它就只有它就只有两个板块可以选。什么？你说那个选分类，你不说我都没注意，你竟然不能年底了。你能选哪个？我只能选性感女王和灵魂舞者。换拉萨哥。我还有青春女神呢，我还有。你有三个可选项。月底。嗯，四个。你吓到我了，比我哥年底。因为没跳舞啊，中途。嗯。要是明年有的话，你报不报，晨晨？明年，明年再说吧。好像啥也没有，明人不说暗话。我以为去年，我以为去年前三有都能去紫红毯，但他们告诉我去年也只是冠军可以去。霸道头他谁痛？哦，还有三四天就下个月了。不要选择两边都智能就可以了。两边都闪。能活着过吗？我稳一点吧。嗯，可以吧，应该。放个七十年的歌曲吧。来，我们听听虎年。十二月份的年度前三啊，管他的呢，再说吧。十二分还有一个年度吗？好像下个月是打工会，工会年度三。十二月份有什么？好像是有一个，感谢我轻柔哥。叫轻柔哥哥来把上电视给他截胡了，还有五十秒，把上电视给他截胡了。Marley 谢谢想念哥，谢谢们的福粮。帮老蔡下岗，恭喜沐晨中了上电视。谢谢水哥，感谢水哥。我转你啊。车老板的大，我们俩都在发呆，我们两个还没缓过来。我跟邱老师还有点懵逼现在。
叫哥哥。缓一缓吧，不着急，反正都是自己人。管他谁大谁小，上就完事了，我又穷了。意思你刚才来我这续费，然后你出去抽奖去了，然后呢没了，我就知道了，你一个空头都没给我留吗？哇，枫叶哥一发出法拉利，我操，枫叶哥在我家真是白，真的白，我的天，你在好了，刚刚上电视充好了啊，你还说听我的呢，你一点都不管，你不光没听我的，你还没给我牛点儿，哼！等人家发奖，臭男人，你中了多少？告诉我，你充了一次君王续费3000，这就出了。魔盒，真的？什么时候下分？魔盒好像是5000块钱。赚2000，但是不能上头啊，既然赚了就别去抽了，那玩意真的。你第三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呀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去年是不是也下过一段时间的分车车啊？我去年的时候下分下的特别厉害，然后我就知道去年是亏的，今年我都没敢下，打 PK 的时候下一下分。你去年总体来说是赚了还是亏了？总体来说啊，亏一点点。我看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亏一点点是吧？嗯。谢谢纯白色。搬锤子家，去年啥也，去年连个季军都没有。大馒头，大包子。四五哥，你这空头完了，笨蛋！感谢大哥的火牙一号，谢谢大哥，掉地上了，狂狂的。你们家晚了吗？嗯。可以吗菲特哥，他们说前三不能去，他们就是说只有冠军才能去年度。你要吃邱老师的大包子，你过去吃，你在我这喊啥喊，你过去，邱老师给你吃。车车很棒了已经，如果能走红毯就更好了，如果能走更好了呀。欢迎小哈米，欢迎小哈米。那我就撤了。好的，好不？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哈。唱首歌吧，给大哥唱首歌，有大哥想听我唱歌，唱完歌给他跳支舞啊。然后呢在这呢也特别感谢一下，就是在年度的时候为车车付出的每一位大哥，对啊，不管是金钱还是陪伴都特别感谢，很不容易，我们播这2年第一次拿了个季军，虽然是第三，但我们还是有了新的突破，就大家都很优秀，然后呢大家也非常的辛苦了，特别不容易，谢谢各位大哥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为了感谢大哥们呢，唱首歌，然后再给他跳个舞。终于可以跳舞了，这么久了。但是蚂蚁还是要闻一下。
谢谢大家。走过小花花吧，哥们，给车走过小花花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就跳舞好不好？不喜欢听歌的先闭下麦啊。背包塞满金色的回忆，就踏上成长的旅程，到这个路口，你就不要送我，你快回去，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，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，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塞满青涩的回忆，就踏上成长的旅程，就到这个路口，你就不要送我，你快回去，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，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，失落的时候请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是啊，顺顺，欢迎顺顺，感谢顺顺，辛苦啦。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时间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，一起走过梦，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，时间这么大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，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再次感谢一下所有大哥，谢谢谢谢大家辛苦啦，我们来个第三，万年小三，小三也很不错，真的第一次感觉小三还挺幸福，真的第一次感觉小三也挺幸福呢，嗯，给他跳个舞吧。I love you so much, so I so. 妈呀，我跳个舞稳一点啊，君君哥哥。
上个洗手间回来给你们跳舞啊，等我一下。
Nostradamus.怎么这么多广告号啊？感谢致命哥哥的2014年度星光。Yeah.
差不多了，突然间朋友。没点订阅的朋友把订阅点一下。打完了呀，刚打完。也没有放开自我吧，没有，我们挺收敛的。我们挺收敛的。有点热。我刚跳两个舞，好久没跳舞了，感觉跳着舞好累啊。休息一下。没有，聊会儿天，喘口气有点累。宝藏任务还差几天？我看一下。刚好22天。刚好在20。跳完了，刚跳完。哎，我看一下。这个怎么我看一下现在的排名啊。场面好累，喘一喘，看一下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我是第三啊，我第三啊。啊，荣耀王者第一是星探，童子在第二。哇，这是多少啊？183万。峡谷冠军。哦，他们是才开始打啊，哦，应该是看这个吧。咦，怎么看不到啊？嫁给我吧，
我看错了，我看应该看娱乐全明星才对。温暖的折射了我，应该看这才对。综艺一哥，综艺一哥，我操，这个骚俊呢？骚俊在哪里去了？他也在综艺一哥里面才对吧？哦，他们是在武大里面哦，我就说，他们打武大去了，然后综艺哥太子第一，综艺姐沈曼第一，200多万，子梦第一，王牌脱口秀绿箭第一，328万。然后灵魂舞者许果儿第一，我躺，性感女王依然第一，青春女神西宝宝第一，157万。甜美萝莉里面是好这个 IVY， 还街头霸王是怀念，打野鬼才，次元偶像。哦，我那天 PK 的人是次元偶像里面的这个小哥哥。没了，看完了。这衣服。感谢订阅，谢谢，谢谢订阅。喘口气，这两天感觉太累了。欢迎见朋友。哒哒哒哒哒。脑袋嗡嗡的，在火焰刷礼物，只亏不赚。为什么这样刷？我妈妈是新疆人，我算半个新疆人吧。谢谢阿娘的一组六六，感谢阿娘。谢娘哥。我妈是汉族吗？她是不是汉族？她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。混贵州。他们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怨离分，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他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。以前那个车老板是另外一个人，
我有几个吃老板，我不知道啊。虎牙有几？虎牙还有一个车老板吗？嗯，我这么特别的名字都能重复吗？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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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怎么可能才第三？我的天哪，第三就已经很不错了，真的，第三已经也很不容易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就家里面靠这些大哥，对吧？有没有一个特厉害的大哥带我们打架，很不容易了，真的。そうですね，对。そうですね。让我再迷糊一下，年度你会去现场吗？如果官方邀请了我就会去，如果官方邀请了我就可以去。最喜欢看我跳舞了，谢谢。迷糊放空没有，就这两天太紧绷了，刚跳了两支舞，好久没跳了，感觉有点缺氧。对，不会，假如说我能去年度的话，我去年度给你播户外。假如我能去年度的话，这就结束了，还有十大，对，十二月份了，先用十大吧。居然说我肺积常，我不算肺积常了，我感冒我还没好吧，所以嗓子就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子。那必须地啊，以前我不是戴眼镜的吗？放屁，这首歌叫维尼斯迷路。啊，下了吧，早点休息吧，我有点头晕，明天再播吧。啊，明天可能休息，明天我去弄指甲，我指甲破了，明天再说吧。来，晚安。
晚安 BO 哥哥，我这边跳了两个了，欢迎 Dos Good night， 晚安开心哥，晚安 BO 哥，晚安，有点累了。青春，我一世情人，仿佛还未够相衬。